吃饱了，才有力气等人。爱的宿命一步一去，那逃避。小姐，你等待是有点累，我饿了。小姐饿了，好，好，小姐想吃什么，奴婢这就命厨娘去做。鸡爪、鸡翅、鸭脖、鸭掌，我现在想吃紫藤花饼。好，奴婢去洗就来。味道如何？没有卷做的好吃。吃饱了，才有力气等人。静，我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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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破命运的谜语，看时间的流离，爱的宿命一步一去，难逃避。我置身于世外，垂下眉眼，只关心，不听不看，守着爱，心系你。每一晚孤零零煎熬和孤寂，每一刻。
这一生，我在西岩山等我娘亲，等了6年，我没有等到她。在玉山等苍玄，等父王，等了70年，还是没有等到他们。我发过誓，此生此世，再也不等任何人了。等待就是把心挂在刀尖上，日日夜夜都不得安生。这一次，我在陈如山等你，你一定要来。10年、20年、100年、300年，我都等，不管多晚。